老秦有什么加分的表演吗？到我了吗？啊，对，我还沉浸刚刚的。我，你也演一段，你来点啥？我。我跳个舞吧。哇！天哪，这太有诚意了，这也得会员才能看。你确定这个才艺是拉为自己拉票吗？是啊，对啊，确定哈，真的，行，好感人啊。但是是这样的，我自己肯定是跳不太了啊，我找了一个帮手过来，他是我大哥。哦，哎呀。还来这一招、啊、帮你拉票，对对对，就跳这个舞、我帮老秦拉个票，对对对，可以可以，来来来，拉票是拉票，别把自己拉过去了啊，投资往这边啊，因为那个就私下交易，听见了吗？他可以帮你拉票，到时候钱得投到那儿。对的，拉票是拉票，拉票。他俩有个组合叫谈谈心，你记得吗？来吧，先跳完再说。来，玩儿。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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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得出为难你，这个感觉我在给我自己拉票，笑得很好。啊，我尽力了，你尽力了，真的是尽力。我觉得这是一个成长线的表演，是好吧？在这个直觉的欣赏上，可能没有什么到一个那个 level， 但是看到了这个诚意。对，好，那弟弟有什么加分的表演吗？那不行，我也得跳一个，来吧，刚才那个。啊，我不管。就不管，我就不管。你怎么还这么任性呢？怎么？弟弟，你要跳啥？就刚才那个。这个。好看，秦要不我再帮你拉一次吧，我真的来吧，够了，我现在只能说，看完刚才表哦，原来这个舞是这样的，哦，是这样的是吗？因为我就，哎，我就刚才看了一遍，哎，我多看几遍应该跳得更好，哎，这么卷吗，弟弟？哦，有这个必要吗？